经常会各位介绍的呢，是这台之水宝牌的，就是 FS1 单管的陶瓷滤芯净水器，它有多强呢？我们现在给你看看，来，先打开。这个东西啊，虽然是在中国生产，可是因为厂商啊是台湾人，然后他们所有用的这些套件啊，都不是在大陆生产，全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，包括所有的塑胶件、金属件，然后还有这些原料滤芯，活性炭呢也是用那个日本可乐力活性炭厂，然后全部都有那个 NSF 的认证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就是这是它原来的这个滤芯哦，然后这一盘是泥巴。我们现在就是泥巴，我刚刚捞上来的泥巴，我还可以就是，因为这是单管，所以我们就加一点，只要让那个水有这种泥巴，还有这种浑浊的水在里面就好。我们这样倒进去，你看这个水有多浑浊。当然，一般的自来水不可能就这么浑浊，就是我们就是。主要是要试验，就是说这台净水器的极限到底在哪里？对，那这一家治水宝牌啊，它除了有拿到中国的中央卫生部的这个批文认证之外啊，它也有拿到台湾 SGS 的检验和美国 NSF 的那个检验合格报告。对，然后这你看这个水现在有没有脏？对，够浑浊吧？好，我们现在把它倒下去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切换阀，拍一下，就是这样子呢。直的时候呢是一般的自来水，然后你要过滤的时候呢就把它切换过来，有没有看到这边？我们先把这滤芯外里面的水先把它灌满，哦。这台机器啦，你要不要看它小台？其实它出来水一样可以直接生的，看白的。绝对不会有味道，因为里面用的活性炭啊，都是最上等的活性炭，而且不会有碳进去的。然后在这个滤芯啊，最底下这个要就是水要出来的那个最底部啊，水要出来的那个出水口那边。这个治水宝又在里面加装了一层那个日本进口的纳米活性炭杀菌布，纳米杀菌银布，然后呢还有那个装了那个它的纳米的活性炭，就是一种消毒可以消毒的那种银活性炭，那个对杀菌非常非常有效，它可以避免二次污染。好了，报告完毕。好，刚刚第一段呢是介绍这台净水器到底有多强，那现在呢，我来介绍说为什么要用陶瓷滤芯。第一个环保，为什么环保？因为普通的滤芯啊，我们像那种 PP 棉滤芯，我们用完之后它脏了，我们就要丢掉。可是这一台不一样，这一台保证哈经济实惠，不差电。对啊，不插，第一个不插电，你不会有那个电费，每个月电费不会突然暴涨，而且它不用排废水，水费也不会暴涨。你看外表那么脏，对不对？一般的滤芯我们就丢掉，可是它不用丢，它就是你把这个切换钮啊，切换过来啊，用清水这样冲一冲之后啊，再把它转下来，
记得啊，要是口语面对西亚，当然啊，是我们这次是为了其他的强度，所以我们才把这弄那么脏，但是一般不用、啊。然后呢，每一支净水器啊，每一台净水器都有附一个专属在 3M 的这个镜头的这个刷子，哦，金刚砂做成的这个网刷，专门刷陶瓷滤芯用。外观刷完之后就干净了，然后我们再把它装回去。然后一样，这个切换钮，切换，切换。它就开始过滤水，哦，出来的水一样是白的，好喝。